哇哇，好多小桃子们，然后我来康康他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呀？玩你们在干什么？玩雪球。哎，好可爱呀！打我呀！呀呀呀！看看他们。打我！我们加入战斗吧！哇，我看天亮哥哥。哇！那谁能找到天亮哥哥？瑞娜。打个招呼，哎呦哎呦呦，我们可以了那谁打中了前两个？哎呦，我不打到啊。粉色队的小桃子们现在已经在雪国里面了。哎呀，子欣拿到了这么大的冰，瑞娜你已经烧了三次了。果果，哎呀，你们都摔了，那姐姐也要摔，摔一下，一起摔，一起摔。哎，子欣，是棉？滑雪吗？天亮哥哥，就那种的，双板的。素描，你要长大，长成天亮哥哥这么高。哦，小素描，跳能跳起来吗？小素描。你滑冰吗？不是。跳，够不着。我觉得你学的也应该很快。长成大树。应该学的很快。滑冰滑雪其实耶，你们镜头感都比田亮哥哥好，对不对？你们镜头感都比田亮哥哥好。田亮哥哥打个招呼。田亮哥哥耳朵已经被耳罩堵住。田亮哥哥，打个招呼。嗨嗨，我们要打雪仗了，拜拜。